知道你们爱玩泥，所以欧小姆零甲醛、零硼砂，安全无毒的起泡胶来啦。专业发泡泥，不断拉伸可变到5倍，手感绵密无异味，快拉不断。一盒送2张起泡贴，变大后的泥放一放又能变回原来的大小，下次还能重复玩耍。还有谁没收到好朋友做的多层收纳包？可可爱爱又实用，卡纸裁成图片尺寸，折叠扇形。白卡纸贴上心，上面做分层。装饰一下，做个收纳包的底部。它的盖子。最后装上把手就好了。鸭零食来喽，虾米捏捏，薯片掰掰乐，酸奶弹弹。吹泡泡糖捏捏，画个美味小虾米，塞棉花封起来，黄色纸上晕染一些棕色，画薯片的形状，折一下，塞一个小夹子，封起来做薯片掰掰乐，画酸奶盒子，把纸条做弹簧放进去。酸奶弹弹就好了，最后来个会吹泡泡的 QQ 糖。生活中动不动就有东西被磕坏，于是我又回购了安特这个强力胶，掉落的小摆件零件，碎成渣的笔壳也能修，有了裂痕的手机壳，像我这种手工达人也喜欢用来做手工，每个都粘得非常结实，有了这个万能胶，为我省了一大笔钱啊。用了个牛角包捏捏，咋看着有点像红薯。餐巾纸折个角，塞一点棉花，再折个角固定一下，中间部分再塞点棉花，马克笔涂色，湿巾剪长条涂色，把它包裹起来，中间胖两边细，防止玩坏，可以再补一层保鲜膜。看，会旋转的爱心哦！正方形纸一分为二，先折底座。不管落魄风光，我都为你守望。就让这月光把你的灰尘都照亮。有太多的话与你保留。另一半折爱心。特别的晚风遇见了特别的你。特别的爱是因为这里爱心粘贴一下拱起来，放底座上就可以玩了。用锤子砸不烂，用手轻轻一按就下去的非牛顿流体变色龙，多色拼接，每一款都不一样，还有淡淡的细闪，吃软不吃硬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，快撕会断，缓慢拉伸可以拉很长，反复拉扯还有金属光泽，不留胶，不粘手，没有气味，随便玩不会变干，玩好放盒子，过一天还能复原。我把纸杯蛋糕做成了捏捏，还可以拿出来玩。卡纸上画纸杯蛋糕的图案，剪下来做纸杯，湿巾或者洗脸巾裹棉花，马克笔上色。海绵切点小果粒放上去，流泪淌的雨倾泻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我们说成了句再见，就让它落成烟蔓延。喜欢吃薯条吗？我做的这个还挺多哦。红色卡纸做个装薯条的盒子，剪下来。粘贴装饰一下。海绵切长条。刷饼吸颜料做薯条。晾干了放进盒子里。做了几个可爱的小草莓，它们还是小盲盒哦，可以拆出小礼物。7厘米纸像我这样折。
遇见你的瞬间明亮起来，乌云都散开，没什么阴霾，有你在 Baby you are my light， 你点亮我的小一号的纸作业子。 Forever shine， 命中注定的安排，卷个草莓梗，流星划过，放个小礼物，封口就是迷你的草莓盲盒。啊哈，我也来试试油画棒郁金香，随便选一幅，一共四幅画作，防水防潮，先调个粉色，往画作上对，粉色是背景，颜色深一些的做花朵，再涂上叶子，这不就完成了。往画架上一掰还挺好看。这个蛋糕收纳盒外形是个小蛋糕，可以收纳小东西。准备三种尺寸的纸，折米字形，再折三角凹进去，其他边边也是同样的。展开，多出来的折贴进去。小正方形纸也是同样的折法。这里开始不一样。两个正方形都这样折，挖四个洞把小蛋糕装上去，卷个吸管插上，可以自己再装饰一下就完成了。你看着我眼睛，听着我声音，看我用餐巾纸裹了一层，软软的很好捏呢。餐巾纸剪开，塞一小撮棉花绑起来，多做几个马克笔涂色，再包一层保鲜膜，粘成一串葡萄，马克笔在餐巾纸上画叶子，棉花拉成长条，裹起来做葡萄梗。每一个美好画面都记得那一天，好玩的葡萄捏捏就做好了。小母高透水晶史莱姆，每一个都晶莹透亮，而且快拉不断，戳声响亮紧呀，超强韧性，可盖大泡泡，玩着安全，真正的无甲醛无硼砂，添加苦味剂，让孩子不会因为颜值而食用，反复拉伸可起泡变大，还送了小配件和一滴各种可爱好看的小手工。我做了个饮料机，可以加冰块，还可以加不同口味的饮料。找一个不要的小盒子，空洞，硬盘纸折弹簧，打开盖子把弹簧粘上去，剪一块比盒子短一些的纸板粘上去，粘两个。盒子有点宽，垫一块海绵，塑料片卷一个杯子，马克笔给透明胶涂色，卷饮料，冰块可以自制，我正好有现成的，直接放一边一个，装饰一下，倒饮料了。秋天的栾树风铃我也有啦，捡一些栾树果实，找根铁丝围圈圈，缠一圈麻绳，绕个五角星，扒开小叶子，用线串起来。生有生，如果要我开口，只能说一句话，简单的栾树风铃就好了。重手感的菠萝包捏捏被我做出来啦，你喜欢哪种啊？海绵画圆，弹下来，宝宝们做的时候注意安全哦。修剪一下，更像包子的形状，打磨光滑，切出菠萝包的裂痕，丙烯颜料涂黄色，再来点橘色晕染。第二种餐巾纸裹棉花，保鲜膜包裹起来，再裹一层棉花，贴出裂痕，晕染些橘色。用一张纸折的小夹子，真的可以夹东西，太好玩啦！14厘米正方形纸像我这样折。眼光对视不语，没错，那就是你。走开，
这玻璃你让你干着急，你终于开口让我唱你喜欢的歌，我装作傻傻眼睛大大的，你终于发作可拿我没有辙，我笑哭的表情送你一百个，我真的可你拿我没主意，我良心都会痛，做个鬼脸也没理。